大家好，这里是 Peter 汉语，我是郭老师，关注我不迷路。今天我们继续 HSK 六级阅读第二部分的实战练习，选词填空。好，在做选词填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试着来猜一下，如果是你的时候，你在这个空中，你可能会用什么词？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去选择答案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用这样的方法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问题。萤火虫会发光，是因为它们腹部末端有发光器，里面含磷的发光质和发光酵素。萤火虫发光的目的，除照明之外，还有求偶、警戒、诱捕等。发光也是它们的一种什么方式？不同种类萤火虫的发光方式，发光什么及颜色是不同的，它们以此来不同的讯息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空，第一个空，整个这一段话，它是呢，就是说萤火虫发光的原因是什么？发光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有发光，主要是有什么作用？好，我们看发光是因为在这儿。腹部末端有这个东西，这是一个存间距，就是什么地方有什么。接下来里面一个空，后边有一个白勺的，白勺的后边应该是一个名词，然后里面是一个地点，地点后边是名词。那么这样呢，很有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存间距，就是腹部末端有发光器，然后发光器里边有什么东西。我们可以在这儿试着填一个动词，有啊，有含有这样的发光酵素和发光质。发光的目的除这个之外，还有别的目的。好，发光是它们的一种什么方式？这个地方呢不太清楚。继续看，不同种类萤火虫的发光方式，发光还有什么和颜色是不同的？这个地方应该需要的是一个名词。它们及此，这个及此呢，就是依靠此，此就是发光，依靠发光来，后边的讯息是一个名词啊，依靠这个来，这个地方我们需要一个动词，讯息是消息、信息之类的。这样的时候呢，应该是什么？是不是应该传消息，对吧？就是靠发光来传消息。啊，靠发光来传消息。那么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考虑在第二个空这个地方呢，可能是比如说我们用交流或者是沟通之类的啊，交流方式，就是我有消息要告诉你，我通过发光啊来让你知道我的消息是什么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根据这一些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选项中提供的这些词。好，在第一组，我们觉得应该是有的，这样的近义词，存在有的意思，充满也可以，扩充这个词就不合适了。扩充是指的扩是扩大，充呢让它充实一些。比如说队伍原来有100个人，我觉得人太少了，我需要扩充队伍，让人数增加啊，这是扩充人数。好，然后是充当。这个充当是什么？就是说我来充当什么足球队员呐，充当老师啊，这样的意思，就是有当什么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在这里也不可以，它没有有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只留下了 A 和 B。好，继续往下看。第二组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考虑是交流，那么这样的时候，进化是指的什么？从低级，然后一直不断的向高级啊，这种变化，这种过程叫进化。比如说生物进化、人类的进化啊，那么这里呢不合适，它不可能发光进化。它发光那么多年，如果进化的时候，那这个萤火虫现在就不知道变成什么了，对吧？好，然后是沟通，这个是可以考虑的。好，下面的交往。他们是传消息、传信息，不是为了交往，不是为了交朋友，啊，这个不考虑。那么流通，我们更不用考虑了。流通，比如说就是货币流通，
啊，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啊，现金流通，所以我们不考虑它。这样的时候，大概呢，答案可能是 B。但是我们不能特别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有50%，我们确定了两个词，后边还有两个词，我们必须要带进去，看看是不是全部都符合。如果全部都符合，我们才能够确定。记住，绝对不可以，就是马上就决定啊，我选 B， 一定要都带进去，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我们自己前边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第三个空。发光频率，这个可以考虑，发光方式，发光频率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他们以此来传达讯息，这个基本上是可以满足，或者说可以完美的就是解决这个空的这个问题了。所以 B 的选项基本上确定是可以的，明白了？所以就是阅读啊，第二部分我们用这样的方法也是可以的。排除法，我们之前呢一直用排除法，就是第一组选项我们每一个都试一下，不可以的扔掉，不可以的扔掉，这是排除法。那么像今天的我们这种方法就是什么，你先试着按照自己的理解，如果是我可能用什么词，然后根据这个词去找它的近义词，这样呢也是一种比较快的方法啊。那么至于用哪个方法，我们可以因人而异，或者说你比较熟悉啊，或者对哪种方法应用的比较好，比较有把握啊，你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。但是交叉使用是最好的，就是这种方法我也用，这种方法我也用，就是不同的题它适合哪种方法我就用哪种方法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我们的选项对不对呢？我们还得确定一下呀。对了 ，OK， 我们今天的实战练习到这就结束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再见。